今天天气有点冷，目前的气温是35度，下午呢可能会下点小雪。在我对面是新世界商场，那今天天气最高是12度，最低34度，华氏。下小雪了。大家好，这位大姐呢在缅街跟罗斯福大道正在卖那个冰糖葫芦。哇，这一条啊，哦，1块钱啊。他跟我说啊，这是高级食品的。如果有些看到推车的大妈大姨都不用问了，呵呵，搞笑。呵呵，5块钱都跑光了。啊？5块钱都跑光了。哪里？你看刚才那个小妹。当然。你们有两个档口是吗？一个，还有个男的。哦，不是你的，没事，我帮你做个广告的。对，我们啊，你讲广东话嘅好音，哦，乖，得啦，我系做 YouTube。你自己做的是吧？你可以讲两句的，我们发生梦。你可以讲两句的。讲两句什么？就是不是你自己做啊，或者这么小档都不给摆，这么小的摊位都不给。刚刚说好像是大的不得，小的没问题。不是啊，他反正他给我在这里做的，在那边做的。我今天看你 Skyview 刚刚过路那里。他就不过了。没走去那里。今天这里旺一点。人流好一点。哎，这个卖多少钱？这个这个抵一点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人年纪上一年纪就喜欢吃。甜不甜？年纪这些时髦女呢就和买来吃。我看人品的。是啊是啊。那些变成最好的叫贵族成品。贵族才吃的。又问又落。是啊，不如个烂车仔啊，好执垃圾嗰啲啊，一清一抽嗰啲啊，就唔会买啲嘢食噶。问一下或者睇下，呢入边啲乜嘢嚟果嚟噶？系啊，你所以果都唔知啊。我唔清楚啊，真系。呢啲系一种山楂。哦，山楂。即系要翻啲，快啲糖去腌啫。好，都计好生意。那很快就回到皇后区了。我刚才经过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测试，看来呢这病毒可能真的要大爆发了，新病毒 Omicron 啊。这里呢有两部车在测试，一前一后。啊，我们过马路，这里还有另外一部在测试。
这里的人比较多啊。